都讲一样话，你有个屁用啊！什么叫耍嘴皮子？是丁丁看这些人嘛、啊，那些人正在一步一步侵蚀网络上面的论述。我们从传统媒体撤退，撤退到自媒体啊。然后这些人追杀出来说，我们讲哈哈哈哈，我们就是协同账号。那些垃圾，你们有没有去管一管啊？什么叫耍嘴皮子？他们一肚子火。这些垃圾立委，很多都是废物啊！要耍嘴皮子，你就耍给我看啊！谁挡着你了？你为什么不耍？ 你也出来耍一耍啊，看我看你的战力在哪里啊？只会天天到晚，我没有说不好，你在什么市场帮人家报税啊，做什么很好啊。你不当立委也可以干这事啊，但是你有立委的权责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监督这个狗屁政府跟他养的那些狗屁网军啊，狗屁鹰犬啊？只会耍嘴皮子没什么意思啊，费用太暗酸徐小新是吗？是暗酸你吗？没有别人啦，因为那是一个问选战的访问嘛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做民意代表，然后指挥心里想着选举，耍耍嘴皮子，他认为是没有意思的。因为民那个民事的新闻在采访，问我们说，对于立委选举的看法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讲我没错啦，这个也没有对号入座问题。所以其实费玮琳他都会跟大家讲说，他绝对不打内战，我绝对不打内战。但是他同时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就一直疯狂地说，他的评论你是耍嘴皮子。但我觉得是这样子，我们做民代的，我觉得就是人民心里有火的时候，帮忙他们把这把火发泄出来，这是做民代最基本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在路上到处没有弹，大家排弹排不到。 那帮人民发声去讲说没有弹的事情，民进党做很烂。请问这算不算是耍嘴皮子？那请问民众都在耍嘴皮子吗？我们在网络上面讲那个哈哈哈哈的事情，大家有看这个不演的新闻台？我最近请大家证明我不演的新闻台为哈哈哈哈新闻台，是这个所谓 PTT 创世神杜奕景先生，然后呢昨天晚上突然发了一篇文章，我不知道杜奕景先生的这是不是这个日理万机太繁忙了？我这一局不是已经过去很久了吗？就是他早先就说他在 PTT 上面，然后用跑这个什么大数据，然后抓到了这个所谓协同行为的很多这个网军账号，然后呢，其中就整理了41个他们经常会讲的集体口号，其中就有哈哈哈哈，还有巧心巧心得第一，没错，也有这一句哦。如果你有常会留这个的，留哈哈哈哈的都很危险，对，都有协同作战的疑虑。小心创世神就在你背后，他盯着你，他盯着你的协同行为。所以。 不管如何，重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，他当时就不讲啊。现在突然把我们贴出来说我在乱讲，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误会他了。这些账号之所以被视为是协同作战的网军账号，不是因为他们讲哈哈哈哈，是他们被我抓到之后，在那边讲哈哈哈哈，顾左右言他。但是其实他其实他自己忽略了一点，他这个杜奕景在 PTT 上面早就被人家推翻了，因为他点名的那些账号，每个人都被一个一个的仔细检视过，有的就是在动漫的那个讨论区里面，然后呢，动漫宅，然后有的就是其实他的发言都很一致的，然后呢，就看不出来有什么假账号啊、人头账号、空账号那些，都看不出来这样子的状况，所以基本上他是用一个错误的参数，随便去找了一些。 同样讲在同时间讲同样话的人，就说人家是协同行为。可是你各位只要是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逻辑，民进党烂，民进党做什么烂事，大家一起骂民进党。但是在杜奕景的眼中，这不是因为民进党烂造成的，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协同作战的认知作战账号。他的逻辑就是这么荒谬。他们已经被打脸，这是第二次了。上一次的时候也是，就是有一堆人，然后就提出说 PTT 有47个账号的时候。
那一天我就是率先做这个事嘛，我就连夜哦，然后找一两个朋友，然后去 PTT 把这47个账号做全面的分析，发言记录、推文记录，就发现他们很多人过去哦，2015年的时候狂骂国民党。然后呢？后来之后就现在骂民进党，那就是很多普通人嘛。那这些普通人也全部只因为他们现在会骂民进党了，就被列为说他是认知作战的账号里面。请问各位可以接受吗？我个人是完全无法接受。对，所以像这些人，我们在网络上讲的，对立法委员来说，你们大家都是在耍嘴皮子而已啊。我觉得立法委员就应该监督啊，杜宜景拿了多少中华民国政府的标案啊？这个之前早先在他在那边讲人家什么哈哈哈哈，就是协同账号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也被起底啊，香到不行啊，拿了一大堆的账号啊，然后交通部还给了他，我之前联合报还写过那个专题，给了他上亿元的预算做什么虚拟实境的观光啊？各位你知道台湾很多景点有什么虚拟实境的观光方式吗？就是你可以在那边用3D 的方式这样看，那这是杜宜景做的、啊。那就是交通部观光局发包给杜宜景去做这样子的东西啊，他吃了多少民进党的钱？我跟你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你在拿政府的钱呐、啊，你在喝民进党的奶水啊，我可没拿国民党的钱呐、啊，所以你在那边跟我叽歪撒小啊。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废委员，你不要那么靠背啦，耍嘴皮子，你怎么不去监督啊？每天国民党那些立委只会开那些记者会，哎呦缺电了缺蛋，你讲了800年了，都讲一样的话，你们有个屁用啊？什么叫耍嘴皮子啊？去盯盯看这些人啊，那些人正在一步一步侵蚀我们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。我们从传统媒体撤退到自媒体来了，然后这些人追杀过来说什么？我们讲哈哈哈哈，我们就是协同账号。那些垃圾，你们有没有去管一管啊？什么叫耍嘴皮子？我他妈一肚子火啊！这些垃圾立委很多都是废物啊！什么叫耍嘴皮啊？你就耍给我看啊，谁挡着你了？你为什么不耍？你也出来耍一耍啊！让我看看你的战力在哪里啊！只会一天到晚，我没有说不好 ，OK？ 你在什么市场帮人家报税啊，做什么服务很好啊，你不当立委也可以干这事啊。但是你有立委的权责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监督这个狗屁政府，跟他养那些狗屁网军啊，狗屁鹰犬啊？所以我自己的，这跟习小青无关，是我很火大。所以我的其中一个政见，其实我讲很清楚嘛。其实其中一个政见就是这八年来有太多的侧翼网军，他们就是从刚刚凯翔讲的这个途径里面去走，比如说交通部，比如说任何一个部会，像我之前抓了非常多次都是在讲放言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用慷人民之慨、慷国家之慨去赚钱，然后呢国家动用这些资源去做分配之后，让这些人变成他们的鹰犬，然后呢不断的再去撕咬别人，然后去伤害别人。这些所有的预算到底有多少？这都是未来我自己做进到国会里面做立委，就算政党轮替，2024年国民党赢了，我这八年来他们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到底有多少的网军拿了多少的预算，我一个一个都还是要抓出来，因为大家需要一个真相啊！你看民进党常常讲什么转型正义，我不好意思，这个转型正义的概念，在这个侧翼网军上面也必须要被实践啊！你知道这件事情都是我们在打、欸，就像现在这件事情。杜宜景拿了政府的标案，你说他不是直接拿政府标案去研究什么协同作战？问题是他吃民进党奶水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呢就腾出手来，然后干这件事情。我们一天到晚暗度劳行，在为自己生活在那边劳累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去站这些人啊？你们怎么不去站他们？你们怎么不去管管民进党政府？不要给他们那么多标案，让他们一天到晚吃香喝辣的，然后就带当侧翼。杜宜景是啊，周玉蔻是不是？还有现在最近我们好朋友李光宜不是在站那个孟买春秋？对啊，他是台湾 Plus 的讲师哎、欸啊，什么叫台湾 Plus？ 是花了10亿元搞一个说台湾要对外大外宣的一个什么什么，我已经不知道它是一个网站还是一个 APP 了。那个 APP 一上线的时候就被人家抓包，什么它里面有很多奈吉利亚人的账号，好不好？笑死人！台湾外宣的账号里面都是奈吉利亚人，代表什么买的啦？而且是买那种公关公司，不知道是因为中饱私囊还是怎么样，还是找了一个很烂的，里面一大奈吉利亚人在关心台湾的外宣，你相信？然后这种账号里面，然后就找孟买春秋去当讲师，是啊，就是不就是养他吗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或者这个网站有什么？或是这个 APP 要需要他去讲什么？所以为什么我会讲说这个世代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也不怪他们，他们可能就真的不理解这些事情吧，我不晓得，或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都不重要，我不知道。可是像是以孟买春秋或者是说杜宜景这种脸书账号粉丝页侧翼，他在利用公家的政府的资源，然后去增加自己的知名度，以及他可能就可以从里面从中获利。那这些事情你不讲说禁止，你至少最起码你要做到揭露。
那这个是所有在国会里面，其实先前已经有通过，应该江启臣通过的、哦、相关的规范，是现在所有的媒体预算，它应该都要可以被调阅的。那应该就可以从里面找到非常多的证据，是显示说，比如说杜宜景的事情，很多其他的事情底下如何分包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列出来让民众知道？你把它列出来让民众知道以后，那大家以后在看《蒙乃春秋》的时候，看杜宜景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个背后是怎么玩的嘛？他背后有多少吃了多少民进党的奶水啊？是啊，喝了多少民进党奶水这样子状况？不要让这些人就是寄生在台湾，然后一直在里面找敌人，然后找制造对立，然后伤害自己的台湾民众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不是耍嘴皮子啦，这是我觉得本来立法委员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我不觉得耍嘴皮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就刚好而已啊，就讲耍嘴皮没什么啊。民进党超会耍嘴皮的，他们因为耍嘴皮赢得了多少的政权？真的，国民党。是不是也要学习一下？